当你把好跟坏合在一起想，你就没有什么好坏的观念。你看我们现在老是讲双赢双赢，那是外国人思想，叫做 win-win， 说你赢我也赢。你是中国人，我倒问你，你相信双赢这种事情？世界上有赢就有输嘛，怎么可能双赢？他不可能双赢的。中文只相信没有输赢，他不会相信双赢的。就是有些地方你吃亏，有些地方我占便宜，有些地方我吃亏，有些地方你占便宜，这个可以。我们两个都占便宜，没有人吃亏，有这种事吗？那就是顾客倒霉嘛。你双赢，顾客就倒霉了嘛。我们很奇怪，我们很盲目去接受那种观念，然后讲的好像很现代化，就在骗自己嘛。世界上有赢就有输，月亮有亏，有赢就有亏，而且8月15的月亮不一定是最亮的、最圆的，都不一定，连那个都不一定。那为什么这样讲？只是大概如此，所以我们讲的都是概述，不是准确的数，因为世界上没有准确的数。我们今天标准完全乱掉了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整理自己的观念，否则我们一天到晚讲情绪管理，情绪管理是做不好的，因为你观念不正确嘛，你们可能说情绪稳定，不可能。人家捡到黄金那是他家的事，我没有捡到是我家的事，我没有捡到我就开始想，最起码我不要伤脑筋了，我有了我就伤脑筋了。你看 楼上住了一个富翁，楼下坐了一个皮鞋匠，楼上的富翁整天摔头泄气，然后在那里叹气，底下这个做皮鞋人唱歌啊，快乐得很，楼上的富翁就越想越不值，他那么穷那么快乐，我这么有钱这么苦恼。他的朋友说，你想快乐吗？他说我想啊。他说很简单嘛，你就把那钱给楼下，他就不会唱歌了，就轮到你唱歌了。他真的，他说你试试看嘛，他就弄了一大堆钱给底下，从此底下不唱歌，天天在想这钱怎么办怎么处理，连晚上都睡不着。他呢就唱歌了，哈哈，唱得好开心。所以你想快乐吗？把钱丢掉，可是你又舍不得，那是你的事。丢掉跟不丢掉合起来想，不要分开来。有跟没有一样，没有跟有一样，说的跟没说一样，做的跟没做一样，这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但是我们现在骂得一塌糊涂，所以弄得大家情绪不安宁。但是最后两个字要记住，一定要合理。你什么心都这样，那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跟你相处。有时候很明确，有时候不明确，有时候叹叹气，叹叹气也没有什么罪恶，有时候开开心，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，你都认为很正常，你都不忧虑，很好过日子了。